那个蒜我要切片，切片之后然后再把它打碎，嗯，煎好之后打碎，用果汁打一下，果汁机打一下。你今天牙齿真的很白哎。因为平常都有一点距离，你好好聊天。因为牙齿在表演。所以如果说你那么低呢，白鸡啊！哎，你会不会后悔用那么白啊？我不会。